中起司的味道，然后本身的话也吃得到说客家特有的那种酸菜风味，真的是很特别。然后像鸭胸的部分也是切到厚薄度刚刚好，然后搭配到这个饼皮烤得脆脆的，吃起来真的是很香的。以前意大利啊，那个过程中，我觉得那么轻松、那么愉快的一个料理跟食材，那取自当地实在当季的意大利食材，它本身就是一种强调自然原味，所以当这个理念形成啊，就希望能够有一个空间可以提供同样的一个欢聚欢乐的一个空间，所以取名乐乐，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加倍快乐。